丙食品容器标示、食品添加物标示有。食安问题层出不穷，严格稽查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。为了提升稽查效率，新北市卫生局特别开发出一套行动稽查异化系统，举凡违规拍照存证、业者访谈、签名、列印稽查记录等，全部一直搞定。资源是有限的，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经由一些的工具啊，让我们有限的人力做到最大的发挥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做整合管理、行动稽查的一个基本的概念。新北市府在103年就成立食安联合稽查小组，现在又多了这套异化系统，不但加快资料的建置，也强化案件的管控，大幅提升稽查效率，让副市长侯友宜相当肯定。卫生局的稽查科，我知道他们很认真、很努力，但毕竟有限的人力，如果发挥最大的效率，就要靠个前端的各股的各基础的协调联系以外，后端的整个资讯一个整合。所以在这几年里面，我一直要求所有各基础对食品卫生的一个联合稽查小组，一定要发挥最大功效。这道整合管理行动稽查机制，将从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，相信能有效杜绝食安问题，为市民的健康把关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罗荣宏采访报道。